这一集是吃货们到你家，我们要到我们谁家呢？到点。我正在跌倒。有怎样？差点怎样？没有，屁股比较痛。吓死我！还好没出事。我竟然敲到头。好痛吗？我们以为就没有了。好，我要就是刚刚那样边走边讲完的。嗯，带是吧？